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子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 Spark 系列之 Spark Call， 我是主讲人之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 Transformation 下的四个算子，分别是 Left Outer Drain、 Right Outer Drain、 还有 Cartesian、 还有 Global。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 QQ 群，群号是24161758。那里边呢会有海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指导。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好，同学们，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 transformation 算子啊。那上节课呢咱们说了一下这个当前的左连接，对吧？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右连接。右连接啊，那么这里啊，它是以记住啊，以右边啊右边的 RDD 为基准啊基准，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连接啊连接左边的这里啊左边的 RDD 啊，那如果说啊若存在这个若这个左边的啊左边的 RDD 中啊不存在右边啊右边右。边 RDD 的值啊，这个元素啊元素，那么此时呢记住啊，给 not 也就给个空值啊。所以这里咱怎么做呢？借用上面那个数据就行了，咱直接往下写啊。这里啊，这个 VL RDD 4等于这个 RDD 1，然后叫做 right IGHT 啊 ，right outer drain RDD 2，记住啊，此时是以 RDD 为基准。如果 RDD1 中不存在 RDD2 中的数据，那就会给一个 not， 也就是上面跟 option 一样啊，除基准之外如果不存在就给 option 类型代替，这句话也是相同的，同学们啊记住啊，这句话也是相同的。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一下 print， 在这里 RDD4.2 当前 connect.qbuff 一样，此时执行。好，同学们看下面这个啊，那这里首先第一个 Tom 是下面这个 Tom 有的，对吧？然后上一是不是左边上面那个一里头 RDD1 里头是不是有 Tom1， 对吧？然后右边给的2，这是 Tom 有 Dog， 但是是 RDD2 里头的，对吧？但是 RDD1 里头有吗？是没有，所以前面给个 No， 后面给个10，然后 Jerry 呢也有，然后那个 RDD1 中呢给的 Sum3， RDD2 中给的2，所以这里这就是右连接啊，右连接 OK， 那我们这个算子也 OK。